今天家里来人了啊，莱诗还带了个礼物。你看，礼物在这。鹅。鹅。哇，来了一个大鹅呀。对呀。你敢杀鹅不？你绝对不敢呀。杀过没有？没杀过。杀过鸡吗？鸡杀过。那鹅和鸡应该一样杀的吧？不知道。就看着有点大，有点怕哦。太大了。我们的鹅已经杀好了。谁杀的？我。你这么厉害吗？夜市粉丝朋友说要怎么杀、哦？叫我对。太猛了，太猛了。对啊，现在这个鹅已经杀完，现在要给它再这样挂着它，把血再控一下哦。对，要这样挂它，死的很快。啊、血放这样放血快吗？哦。对，然后它死也很快的。现在杀一次，下次就会杀了吧？会了，会了。刚开始给灌酒灌太多了，它杀的时候就没什么反应，我感觉。很溜呀。灌醉了是吧？醉了。那现在回家烧水，准备拔毛。嗯。好猛哦，这两个好猛。现在是准备要给它拔毛吗？嗯。用热水烫一下拔毛。是的，差不多了。哇，这一个鹅拔了这么多毛，可以给咪做个羽绒服了吧咪？你做吧，你会吗？毛也拔的差不多了。鹅拿过钱拿来。你俩现在在干嘛？连口带套。在烧毛啊。在烧这个烧毛，可以可以，能理解能理解啊、哦，能理解。来，我们陕西叫我们这边叫鹅，其实叫鹅，嗯，叫鹅。鹅就好了嘛，鹅不是。有几斤？不知道。啊。现在烧完了，把这个毛刮一下。这鹅刚刚火太大，都烧黑了。没事，刮见了，留下变白了。嗯，好。嗯。现在鹅已经下锅了啊、哦。对。哇，有半锅嘞，半锅鹅。现在是在干嘛？再焯一下水。焯一下水，把那个浮沫什么的，等一下。对。丢一下啊、哦嗯，可以。嗯哇，现在四个美女在采摘菜啊，叫摘菜。哎，有板凳不坐，都在这边。筛选的表众。筛选的表众都是有板凳不坐，全部等着。对，人家收获嘛。今天家里好热闹哦。好久没有这样感觉了。是。现在看一下外面啊、哦、啊，四个大男的在处理一条大鱼，这鱼好大哦。这是鲨鱼，鲢鱼。好，现在开始做了。这个油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。一号帮厨，咋了？想吃了。想吃了。想吃，等一下吧，熟了再吃。做好吃一点哦，今天十几个人的饭，你自己在掌控这个大局啊、哦。这是啥火锅底料吗？哎呦，碗怎么掉进去了？现在这个肉也炒干了，可以放调料了啊、哦。再给他倒点，再倒点啤酒。一罐啤酒，哈，上得很。哦，这还能为啥差不多？它是有点低吧？这个不好办，怎么样？大鲢鱼、剁椒鱼啊！来，放点菜锅。鹅收割了。我这个鹅熟了。那你们老师说不干活。来，这个放上面，我爱吃这个。你们不用。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吃大鹅、啊，这还有鹅肝哦。嗯，啊，历时三个小时，终于吃上饭了啊、哦！走，看一看，这样里面够着不？那边的肉，老公。嗯，两桌啊、哦嗯，外面一桌，里面还有一桌。够不着，那哪一个？里面是一桌女孩子啊、哦。
孩子。女孩子，对，赶紧吃，赶吃，赶吃，就少等时间大了都。馒头也好吃啊，味道不一样的呀，馒头和饼干怎么可能？我们做了大鹅，你看没吃完，这鹅太大了。还有这么多，味道味道怎么样？味道特别棒，味道很棒。就是太大的那个鹅太大，肉太多了，吃不完。